好，接下来我们用按希腊挑战一下这次的练习集，这段应该可以无脑过啊。嗯，一堆突破箱子是怎样？我大概有五张突破箱子吧，对，少量的突破箱子。好，飞鹰怎么煮哦？飞鹰好像 OK， 这王冠可以直接吃伤害，对不对？不然等一下来试试看好了。记得关阿努凯拉，我知道，大家应该会记得吧？忘记的话，你们再跟我讲一下好了。这次过后，巴比伦队会回来吗？他们是迷路了，是不是？当然会回来吧，应该会吧。回来一点点啦，那巴比伦本来就当队长，本来就不是一线的、啊，所以他应该有救到一点了。一开始要认真打，不然后面越烧越多。好，依照以往，红哥有87%会忘，应该你们这样讲，我就不会忘了。因为只要一呛我87，我就会记得了。越呛越记得。为什么不带排除角色？为什么带排除角色？这个关卡要带排除角色吗？好，好，凯拉兄弟姐妹都回来了，那就直接来转吧。反杀能过吗？这个我们明天娱乐场的时候再试试看吧。现在就是娱乐有点太早了呢。那以后多说87，我干脆把87放在我的脸这里好了，好不好？之后就87挡住我的脸。哇，这个好像有点尴尬、啊。斜转，哎、欸，成功，哎、欸，斜转又成功了。抱歉，就是这么厉害，是斜转厉害。抖位能过吗？应该也可以吧。好，耶、yeah! ！然后这里的话，把那个火珠滤掉，然后开这个，打起来！整板消五 combo， 整板按住降下来。阿红被邀去唱彩虹，结果根本都在偷懒嘛。我没偷懒，只是我镜头不多，没偷懒啦。我很认真在唱啊，但是就是那样嘛。主唱不是我，我本来就不是会唱歌的人啊。我只是去那个打杂的，当个合唱而已。有尽一份心力就好啦，就是我帮那个这次平权的投票尽到一份心力，我觉得不错。好，有吓到，好险！阿克亚队没有会能过吗？也可以吧。这中毒那边，我在想要什么队突破。不会唱歌会跳舞的，哪边来的错觉我会跳舞啊？上次跳那个月薪娇妻超烂的、啊。我最不会跳舞嘞，比起唱歌我更不会跳舞，跳舞超烂的，肢体智障。阿红的脸感觉我化妆很白，没有啦，只是打灯而已啦，我没有化妆啊，我没化过妆哎，老实讲，我都是素颜跟大家见面的，不好意思，素颜仔。素颜就长这样，有去见面会的应该就知道吧。素颜就长这样，平常就长这样子。好，
这队大概慢慢磨吧，从头到尾都慢慢磨过去就行了。保养得很好，其实也没有啊，一直熬夜。最近是好多影片要剪哦，超多的，永远剪不完的影片。双子贝瑞美满，哦天哪，双子是很叛逆的。I had you， 双子，为什么你今天嘴巴特别红？我不知道哎。双子蛮起来的，这应该没问题了吧？拍一下阿克压一下是不是？但是我不认识他，我怎么拍他？拍他一下，没有啊。等一下，大家想看智障女神吗？如果想看的话，我就偏不拍啊，没有啊，我等一下考虑拍一下，好不好？哦、oh, ，天哪，这好多、哦！好，阿红知道竹鼠，当然知道啊，美味又可口的种鼠，竹鼠，真的美食节目是那个竹鼠特辑。你们有真的很想看智障女神哦，哇，要考虑拍一下，拍她一下做成润饼，这是什么梗吗？为什么没跟上？好，跟双子一样调皮欸，有什么样的宠物，有什么样个性就有怎样的主人。虽然说双子不是我的宠物了，但差不多是那个意思，大家懂的。好，这边要关那个阿努嘛，然后跟这个好打起来喽，慢慢转就可以了。好，欸，其实这队超级稳欸，稳到一个睡着欸，超稳，这 SOP 打法比刚才巴龙跟猎人都还稳。虽然说巴龙跟猎人可能比较树一点，比较树刷一点，可是这队是真的稳，要转六 combo 啊，真低稳。好，红烧双子是什么东西？稳中稳，最稳那种，真的哇！你看超稳，一二三四五六。真低稳，而且如果说你这人没有找到六 combo 的话，也不用担心，因为你完全可以回血回回啊，只要你上一个回合那个凯拉记得关就差不多了，阿努跟凯拉关掉就好了。好，这边也是稳，只要你有控场或者是不死龙科，稳稳到爆，要多稳有多稳。真低跟是什么？对，没错啊，王冠他会自带更新啊，但是那是对敌方的技能嘛。这边悠悠哉哉的就行了。好，暗系没有开也没关系吧。嘟嘟嘟嘟嘟，更新了！哎、欸，他这个是我已经搞不清楚，他是复活的更新还是他我打到他更新了？好像是打到更新嘞、欸，怎么这样？他好像没有复活，我好像刚刚打到他更新。他的技能是他会更新啊，但是他好像没有复活哎、欸。他想触发更新，他都说没办法。我就拦他前面说：“我帮你跟吧，我帮你跟吧，你不要勉强了，我帮你跟一下。”好猛哦，好会跟。他没有复活哎、欸，应该是没有复活。好，可以更新王。好，
这队真的超轻松哎，就即使敌方那刚才第二阶段没有自带更新，我也帮他更新了，也是 OK 的。好。